姥姥，这猪到底养多久才能吃啊？还早着呢，你看小猪这么可爱，你舍得吃吗？你老是说能吃，到现在我也没吃上一口。那姥姥给你想样办法吧。什么呀？小外甥，看姥姥弄的肉。姥姥哪里弄的？问王奶奶借的。这也能借啊？姥姥当然有办法了。姥姥，好不容易借来的排骨怎么烧啊？姥姥先不告诉你。坏姥姥。姥姥，你把排骨绑起来干嘛？你看这像不像腰缠万贯呢？姥姥，我太爱你了，又给我做了新花样。谁叫你是我小外甥的？好漂亮。是不是香鲜？借来的东西是要还的。嗯，好吃。